看这是明洪武的一个一壶春瓶，看它中间有一个揭胎痕迹啊，但是它不是很红，那时候用铜发色很难控制温度，所以有点发黑呀。再看一看这乾隆的，你要不信它是乾隆的，你看下面的底款是不是乾隆？这乾隆的一个釉里红，它这个红色就非常浓艳。再看看洪武的，两个放在一起看，是不是那个发黑？看后面，这都是博物馆里的东西。你以为我能有这么好的东西吗？藏友有些傻乎乎，我发现这帮傻子只能打眼，天天被打眼，自己很多其实都是打眼，连马未都都打眼，你能不打眼吗？马未都说天天去博物馆看，你不去博物馆看，能知道什么是好东西，什么是假货吗？哎，当然去图书馆、去博物馆都要花时间的，我也没那么多时间，尽量看看，有时间就去多研究研究。但好东西还是好啊。